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。今天我们就欣赏网友投稿的这位网友叫万月啊，他现在用的语速不足，祝对方牵手铸剑啊。我们看他今晚回跑跑了一下，一个一技能没打到，对方二技能也空了。对方一技能飞过来砸到了，砸到之后落地，落地保护，然后这边敲了两下，二技能怼他一下，没怼到，距离太短了，估计是二技能被削了。想当年刚上线的时候，佐助的二技能是非常远的，现在短了，一技能起身没打到，反而又被人家拉起来了。那佐助好尴尬啊，是吧？打这么久才打人家一点点血，对方已经打到半条血了。那招个原木把对方控制住，咱们来个原木技能，把对方提升跑了，一技能又怼了，对方3次换一技能都怼到了，然后一个天叉插住，佐助被插了啊。插了之后踩，对方落地保护一个二技能起身，把对方拉到天上去，一飞手偷一下，对方要提升了吗？提升了，赶紧跑！被一个二技能抓起来，跑提升前 A， 然后对方一技能招了个莲佑，这个莲佑扔白费了啊，丢了两个通灵啊，对方还没死啊，才去了一半血啊，这一回合有点亏啊。再说其他比起身，二技能被人破了啊！提升这一技能躲过了天叉，还把对方控制住，对方马上提升二技能，又把他控制住了，然后开始发起了踩，但是对方没有踩罐啊，没有踩连罐，回手一个一技能，对方到最后把其他比把最后的通灵都给运掉了啊！运掉之后一个一技能走过来 ，A 一下，对方提升了吗？对方不踢啊！又是一个人对方提升先插，哎呀，其他比插住了，插住之后又是一阵好痛的疼，被虐了啊！就提升之后，对方开大招，这时候其他比是准备开一技能的节奏，是吧？旋转跳跃，虽然躲过啊，还行啊，这个一技能躲过了他的攻击，然后回手一个技能把对方控制住了啊！这时候对方没有替身了啊，下一回合比较危险，我们看他怎么操作。这边在跳尬舞啊，对方开启了霸体，一技能两段。三段都没打到，这就被对方很尴尬，一个二技能过去，被对方的连魔赶紧提升，不能让对方蹭到豆，对吧？好了，对方开启了一技能，二技能，哇，一技能打到了，没办法，长门的一技能能换三段啊，不好躲，一技能起身反他一下，对吧？对方要不要提升？对方落地保护没有 A 到他，二技能过去再回手，哎呀，回来就被人吸了，吸了之后，对方。成功躲过二技能，然后一个，我操，这两个人跑来跑去啊，看到眼都花了啊！对方招出了气旋，这时候一技能，其他比一技能走过来，哎呀，用个秘剑控制了对方，对方提升，这个时候躲过了啊，躲过对方的大舌头，对方一技能三段打空之后，就看这个其他比有没有机会了啊，先用一技能，找个机会 A 一下，好了，成功了啊，接下一个大招，其实还不够啊。应该再多 A 几下，反正对方没有提升了，大招是秒不掉的，接个一技能吗？来不及了，二技能过去，看见没？这太早了，其实刚才不应该那么早放大招，再等两下就好了啊。这时候虚佐又上场了，被喷了一口火，还想指望，哎呀，对方一技能三段都出去了，一技能打空，一个二技能喷到啊，终于把对方喷死了。我们开最终回合吧，对方拿出了泳装小男。飞过来了，一技能躲开，来千叉，哎呀，把小男给插住了，泳装小男插住之后，让他为所欲为，又丢了个二技能过来了，又是一个灭剑弹飞了，弹提升一技能砸，又把小男砸下来了，然后继续开始为所欲为，又一口火喷完之后继续 A， 再喷，哎呀，又是一个，好痛啊，对方提升之后又丢了二技能，怎么这个画面好熟悉啊？就刚才的节奏吗？然后又提升时候起身就是一技能啊，好尴尬的小男啊，连续两次啊，照样，最后被插死了。